有形的障碍我们看得到也愿意付出关怀，而无形的障碍也同样的需要被了解被认同。究竟学习障碍者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唯有亲身体验才会有最深刻的感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入学习障碍世界的一扇窗，请打开这扇窗，您将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学习障碍是我们目前身心障碍当中最多的一群人口。根据欧美的统计，大概约有2%到10%的学生有学习障碍的问题。如果把这个数据换算成我们国内学生的人口，我们目前的国民中小学大概会有5万多个学生到20几万的学生有学习障碍的问题。那这群学生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呢？主要的是学习障碍又被称为隐性的障碍。隐性的障碍跟传统的明显的障碍有不一样，例如像肢体障碍、视觉障碍或听觉障碍，我们很容易用肉眼知道他们的困难在哪里。可是隐性的障碍，因为我们肉眼看不到他们的困难，所以我们就会忽略了他们特殊教育的需求。小慧在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让他上安亲班请家教，可是在怎么学的时候他的国语就是学不好，然后但是很奇怪，就是说他的数学自然可以考得很好，甚至考到100分。所以在学校的时候老师认为说就是力会不用心，所以就规定说少一分打一下，然后造成说力会个性变得很孤僻。即使再用心再努力，学习障碍者在学科的学习上还是困难重重，每天要做大量的练习，凌晨1、2点才能睡，却始终有写不完的功课，做不完的测验卷。这就是小慧在升上小学5年级之前的学习情况。直到有一天，周女士在一个教育性刊物上得到了一个讯息。小慧在知道是学习障碍以后，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巧合的机会认识了洪教授，然后洪教授提到了优势学习，也提到说勤不能补拙，然后他希望说依照孩子的优势他来教他，然后刚好洪老师有开始图形笔记跟识字课程，这两个刚好都是例会来说都是对例会有帮助的，所以例会在从这里面他开启了，就是说对字这方面他了解，说不是一笔一画，而是有个形出来，图形，他用图形来记这些字，然后他以后就慢慢有了信心，然后加上学校老师的配合，从旁协助，让他整个人有了信心，从无用的人走到他觉得说他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觉得呢，一个普通班的老师他面对一个特殊儿童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的就是说要有言教和身教的去接纳这个孩子，因为老师一个不小心的动作或是一句话都会影响了普通班孩子对这位特殊儿童的看法和对待。再来呢，这个老师他必须是一个引进者，因为呢这个孩子呢他只有老师适当的引进，才可以在普通班中呢很好的人际关系。像小慧到班级来呢，我就先给他做一个座位上的调试，让比较有爱心的同学呢坐到他的周围来适时的帮忙他。那么呢再来，我觉得老师必须是一个发现者，他必须在学科以外去发现孩子的专长。像例会呢，我就在无意中发现例会有美劳的专长，还有呢韵律的专长，所以就适时的让例会呢在班上像当美劳跟那个体能方面的小老师，那他赢得了很多的掌声，得到了鼓励，所以我想这个对他是很大的帮助的。
根据教育部所颁布的法规里面，那事实上学习障碍它只是一个统称。那为什么叫做统称呢？就是因为它包含的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学习上的障碍，主要它是由于神经心理因素所造成的。一个孩子哈，他在基本认知能力上面有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说他的注意、记忆、理解、表达、推理，还有就是知觉以及知觉动作上面呢，有很明显的问题，就导致他在学校学科学习上面，比如说听说读写算上面有很就是明显的一个困难哈。肥胖的身体身子向左为去一去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到南京时，有朋友约我去游逛，勾留了一日，轻松说道：“我身体平安，肩膀子痛，疼痛得很厉害。”与这四比，但是呢，这些障碍呢，它主要不是因为说这孩子看不到啊，或者是听不见啊，或者情绪有障碍啊，哈，以及就是说他是因为文化不利。甚至包括说是因为老师教学不好所直接造成的这个结果。学障学生在听说读写算的困难，对老师们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是究竟这是种什么样的障碍呢？唯有亲身体验才能深刻了解。以下就让我们透过一系列的学障困难体验活动来体验学习障碍者的困难。你在讲故事的时候，你不能出现有凹的音，你不能出现有凹的音，所以你的字里面不能有凹。他发现到，到，他发现原来很多人跟他一样，原来很多人跟他一样，也去夜游，也去夜游。好，可是过了没多久，他突然发觉他穿的衣服太单薄。单薄了，单薄，单薄。这里有一篇故事，这篇故事呢，里面有一些字呢，不小心被一个同学打散了，所以你看到的字，可能不是他真正的字，他是被打散的，所以呢，你要把它读出来，让它变成恢复成他原来的字的样子。老木子日年，什么叫老木子日年？日年啊，这有没有意义啊？老李晚上开车，好，带下个，发现一群大男生围殴一个瘦小的孩子。这是国一的数学，我想在座我们没有国一以下的学生啊，所以这对你们来讲是难度正常的数学题目啊。那我们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请作答。好，你把那东西没有写完，你记得。好，没有写完，我们要不要再给你们30分钟？为什么呢？看不懂。为什么看不懂？你们都会做数学，你们刚刚不是都考100分吗？语言障碍，所以你的数学能力怎么样？表现不出来。
来哈、哦，老师给你们一点点的简单的提示哈、哦，在这里面有几个单字，你看看，你要不要再做一下？好、哦，再给你们分钟。解数学题，你体会到什么？我是教数学的啊，但是我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说这是单字我都看不懂。然后九跟四，我就本来想要说是不是一个三角形的直角三角形的，有两边可能一边是九，一边是十五，要我是面积还是什么？我就在乱猜。那我一想到说，为什么我们在考数学的时候，学生的应用问题对他来讲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他不了解他的意思，他就解不出来。经过了一连串实际的体验，相信您也发现了，当学习遇到障碍的时候是多么难以跨越。有了这一层的体验，相信您也知道什么是学习障碍。学习障碍啊，它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哈，我不敢说全部讲它一定就是怎么样的原因。可是在失读症，就是 dyslexia 方面，因为我们有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比较知道。那么现在已经也知道说，他脑里面跟正常人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个因为脑里面的失常的话，你看药物上比较不是很有方法去治它，但是我们可以用行为方面去补救，因为大脑有一个可塑性，如果你及早发现，你可以用这个比方说你促使其他方面的脑部分去帮忙它做这个功能啊。那现在因为核磁共振的发明，使我们可以使这个病人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看到他大脑里面工作的情形，那这样子把他的大脑情形跟正常人比较，我们会知道他大脑什么地方工作失常，然后从这方面去寻求补救。那学习主要有三个重要的要素，一个是外来的刺激，一个是个体的接受，一个个体的反应。这三个要素里面，个体的接受跟个体的反应都牵涉到我们的中枢脑神经的功能。那我们知道脑部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不是像我们的肝一样是一个均匀单一的细胞器官，也不像是我们的一个头部是好像是好几个拼凑起来一个器官系统。那事实上我们的脑部是一个从胚胎时期就已经分工完成的一个细胞群，这个细胞群它是利用电学、神经电学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一个变化来做一些我们身体所做各种功能的一个协调、合作跟执行。那当这个学习行为在进行的时候，它可以在这个细胞网络接点、接触点上，对这个细胞的电学跟分泌的化学物质会产生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可以使这个个体产生行为方面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就是我们神经细胞的一个学习。学习障碍它的脑部的病理状况以现在医学的一个了解，是在脑部的细部架构它的结构上有发生的部分的错乱，部分的错乱。那由于这些部分的错乱，导致我们一般的学习行为所产生的在神经细胞接点方面的一个化学变化，它就不能落实，所以也就是学习的不好。那因为它的细部架构的错乱是非常的微细，导致在一般的医学检查上不容易侦测到它的病理位置。但是也是因为它只是部分错乱，大部分的神经细胞它的架构是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这个小孩子也会在临床表现出在听说读写算这个各方面会产生学习方面的状况。学习障碍的学童其实是一个有特殊需求的一个小孩子，对于他的一些教育需求，我们是建议他能够预早计划，预早来克服越好。我们对这些小孩子的建议是，我们应该要强化这些小孩子脑神经功能正常的这些细胞，他的所展现出来的学习功能。但是我们也要接受这些小孩子在某一部分他的学习功能他是不能发挥的，那不能发挥我们并不是表示要放弃他，我们是要设法去克服，这是我们对于学习障碍教育的一个态度。
目前在台湾有许多不同领域的人士共同为学习障碍者的教育和生涯规划做努力，但是单靠这一群人的热忱和理念来奋斗是不够的，相关法规的订定和教育安置的落实是我国在这个阶段的重要目标。根据我国86年公布的特殊教育法，学习障碍乃是12种身心障碍类别之一，学习障碍学生可以享有我国特殊教育法规所赋予的一切权利，例如鉴定安置、个别化教育计划的拟定、适合他们独特需要的课程、教材教法和辅具提供、相关专业人员的协助以及升学辅导等等，都是学习障碍者明确被保障的权利。在我们评量的时候，我们希望说尽可能做到我们三项，第一个就是弹性，因为学生的特质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按照学生不同的特质能够采用不同的一些评量方法，像我们跟各位谈到评量方法上面，虽然大部分的人都谈到测验，但是测验它只是评量当中一种方法，我们也希望说增加观察物谈或者是资料收集这些来做综合的一些的方式，所以弹性化。第二是客观，我们也特别强调是在我们判断学障的时候，千万不要用单一的事件作为一个判断依据。所谓单一事件是在于我们不能说是利用他某一次考试的结果，或者说今天在某一学期或者是在某一个事件上面，那这一个学生刚好表现坏了，那我们的老师们就觉得说他属于学障，所以我们很希望老师们能够尽量客观。那最后一个是多元化，我们也很希望学障的一些的在鉴定的时候，我们的所得资料是应该是综合他所有，不管是目前的您的测验资料，还是说他过去的一些行为观察表现，希望在判断这个学障的时候应该是做到多元化。那我们也希望说是在鉴定的时候不要说是因为我们的个人主观或者是说单一的一个情况做一个判断，应该是尽量的收集各种不同的资讯，所以综合研判比较客观。以弹性、客观、多元化三个原则为鉴定的基本，再配合一套有效的鉴定流程，过程大致是经过筛选和转介，而再透过医学检查确定没有生理障碍之后，进行详细的初审，过滤是否为环境、情绪等因素的影响，如果确认是学习上的问题，则实施个别智力测验，智力若是正常，就再采取内在能力评估，最后做总和的学习障碍综合研判，来了解一个学习障碍学生学习困难的状况。我是一名国中生，目前就读漳河国中，我家中是三代同堂，家中有10多人，我喜欢用电脑打字和玩游戏，也喜欢依自己的喜好来画画，有空没空都会去看电视和看书，喜欢有变化的事物，常常会有一些想法，但不常透露给别人明白，因为我不认为别人的看法和我一样，不如自己明白就可以了。晓得在我们学校他是属于心血障碍的学生，那在他确认他是书写障碍之前，我们有一些处理方式。第一个就是让他进资源班，安排他来上一些国文、英文相关的课程。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透过 IEP 的会议，那透过 IEP 的会议就是邀请家长跟相关的老师来讨论有关于说他学习部分的一个教学的一些方式以及教育计划。在目前我们为杜冠德所做的，就是我们希望透过一个生涯辅导来协助他做一个升学计划。那因为现在目前台北市有发出相关的简章，有关于说学障的学生升学的一个相关办法，那我们会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协助他就读适当的学校。
从小德得到了学校的帮助，还有洪丽瑜教授的帮助之后，他因此呢，在他的电脑世界里面得到了他海阔天空最大的乐趣。从此以后，他对学习不再畏惧，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开始有了坏笑声，开始跟同学之间的互动越来越好。这是身为老师的我的觉得最大的安慰。学习障碍的孩子有不同的特殊教育的一些需求跟他们不同的能力，那一个帮助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强化他们的优势能力，但是同时我们也去接纳他的弱势能力，不放弃，但是重点不会放在他们不能这个地方。好，那在这样子一个基本原则之下，我们会大概分三个部分做调整。第一个最容易调整的地方就是环境的调整，那环境的调整又包含空间环境跟心理环境的调整。那空间环境大概就是所有老师们最容易做到的，譬如说呢，我们可以去调整他的座位，不要让他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那他在做什么我们都不知道。那同时我们也希望在光线上，我们让孩子的位置上光线比较充足，那面对黑板的角度是他最容易能够看到老师在黑板上的板书啦，跟所有的教学的内容。那我们也希望不要让孩子就坐在门口，因为他最容易受到外在的干扰。那在第二个心理环境方面，我们最强调就是老师，请您一定要接纳这群孩子的不能也的一些障碍的特质，所以请老师要不怕麻烦的多讲几遍，多给一些指令，多给一些说明。第二个老师们最重要的就是在教学上做调整。那教学的调整的第一个我们想要强调的就是所谓的教学内容上的调整。那老师是不是可以请您也把你的教学内容做一个整理成一个很有结构性的讲义大纲给他们呢？那除了讲课的内容之外，我们希望老师们也能够教孩子们一些比较更容易接受的学习技巧，譬如说这个字的意识，我们用一个方法让孩子就很快的学会了。那教学的方式对于学习障碍，我们强调要多感官化。在一节课的活动当中，您可不可以适时的用一些图表啦、实物啦、录音带啦、录影带啦，或是你有做了一些投影片哦等等，还有电脑 CAI， 我想这样子多感官的教学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从不同的学习管道同时的学习到同样一个知识。第三个部分是我们在做评量上的调整，这也是一个最困难的地方。那在评量的调整上，我们大致分成考试方面跟成绩计算方面。在考试方面，延长时间是一定要走的一个未来必然的趋势。那接下来很多的我们学习障碍孩子是写不出字的，或是他写的字字体很大，或是会歪掉，所以是不是您可以在考卷上对这些孩子的考卷就有一些格线的设计，对他们来讲帮助其实也很大。第二个部分是成绩计算部分，我想这也是一个争议性最大的一个部分了。尤其目前国内学习障碍的孩子大部分都安置在资源班，那现在各个学校资源班的成绩计算方式有他们的一套公式，因此我们希望普通班老师，您班上如果有资源班的学生，他的成绩计算会跟一般普通的孩子不一样，所以麻烦请您配合资源班老师的成绩计算公式来一起从普通教育跟特殊教育一起来计算这个孩子的一个成绩。因为我们学习障碍的孩子大部分学业成就都有困难，所以他考的成绩都不会太高分，那是不是请你在零分或者很少的分数旁边也写几句话，比如说加油你进步了，或者盖着简单温馨的小图案来鼓励我们孩子，其实他真的很努力。我想老师小小的动作对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跟资源，他不断去突破他们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